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林，这里是第八集。今天跟大家说一下绘图指引辅助这块到底怎么用啊？这上面是你指引的这个上面的网格的颜色，这个就是它网格的不透明度。网格尺寸你看可以这么大，也可以这么小。我们现在打开的网格帮助你视觉辅助，用红色笔画的话，它就是可以自由画。但是点开图层一，小勾勾打开这个辅助的话，那他画的线就永远都是直的，就是贴着这个横竖格子画的。辅助关掉的话，它就是又回去了。这个就是更方便大家分图层去操作，是否要按照后面的辅助格子来画画。所以除了这个格子以外，可以看到它画出来的时候就是这种等大边的，像这种透视啊，你在这儿点一下，它就是这样透视，点两下就是一点透视和两点透视，方向在哪里什么的。做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朋友们可能会很需要这种可能就是大家做产品设计的人也需要。这个格子的话其实挺多功能的。不愧是我的猫，抽象化。